好了，今天晚上在这吃饭，带上我的米子饼。哎，白拿饼了，你看看人家带饼带俩饼。到了西北来，羊肉啊，就是羊肉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要了个大羊蹄儿，看看，10块钱，挺便宜了啊。爆啊！哦，哇，热乎乎的。嗯，真香。他的羊蹄儿给你抹上辣子，弄上醋，炖的特别烂。嗯，好吃。太香了，嗯，香的不要不要的，我觉得羊蹄还是热的吃好吃。哎呀妈呀，吃了我一头汗，空调开到最大。走，这个地方离重庆县城有段距离了，我一开始准备在县城吃呢。后来发现县城所有地方都要停车收费，那吃一顿饭，哎呀，收这么多停车费，我就不干了，往前走吧，走不多远，路过这个乡镇，吃的真舒服啊，还便宜，羊蹄10块钱一个，还不算贵，然后那个是18，羊杂汤是18，满满一碗，实实在在的，送俩饼。比县城吃的舒服吧，而关键我看看小店也是挺干净的。哦，好了，现在找注册地。西瓜13块钱，你看它的西瓜多大！我的妈呀，现在西瓜都这么大呀！看看车堵的，公交车上的人都下来了，走回去了。我就吃西瓜吧，在车上啊，堵车。哎呀，快八点了。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。